大天使麦可信息，关于你是否准备好要体现你的圣火能量。传导作者 Rana Herman， 译者 Light Path 111。挚爱的大师，你来自遥远的宇宙、次宇宙、银河和星球，神圣心智中蕴藏着可供未来使用的丰富宇宙信息。你必须通过严格的规定，并立下庄重的誓言。你同意在地球重大的进化时期来到这里，投胎到极不同又非常艰困的环境。你发誓当踏上扬升之路的时刻来临，你同意我们可以用尽一切必须的手段，不顾你的自由意志来唤醒你。这结果导致许多人灵魂的合并，而其他已对本魂觉醒的人则预备与高我的面相结合。灵魂最后完全与神圣之心合并，可说是很大部分的巨大结合。当你的意图包含着爱与纯净的智慧，你就成为强大圣火能量的来源。此觉醒造成我们称为先锋部队很大的神圣不满。你们全都经历了一些在群众中发生的种种重大的转化，你也观察到或受到地球加速转变的影响，这不只增加了频率，并以规律的基础持续下去。不论透过任何吸引你的方法，大部分有意识的努力重新取回神圣身份的人，都是这先进灵魂团体的一份子。你同意成为榜样，愿意在你能力范围内做使别人路途平坦的事，成为光之哨兵、引路人和世界服务者。在过去，只有投胎成道途上坚定的入门者，其使命是尽可能固定更多神圣之光和带来更多宇宙智慧的门徒，才能取得扬升的程序。那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大量扬升的时期，因为所有的星球、太阳系、银河、此宇宙中的次宇宙都主动参与了空前的扬升过程。造物之轮永远根据时间伟大的宇宙循环上下内外不停地盘旋。超意识心智和你高我的众多面向是与精神领域的连结。首先，你可能经由直觉力和冥想而灵光一闪。一星球道者更为熟练自在地使用神圣心智的高频模式后，心智的力量将大大的增强。进入脑结构高频领域的结果，使你从本能的脑斜线心智进入更高心智的范畴，而你很多的往事会开始烟消云散。扬升是心智的扩张，是从一种意识状态到另一种的过程。觉知扩大到包括全人类、地球、太阳系和其运作，而不再聚焦在小小的个人。最后的目标是成为星际存有，进而得到宇宙意识。在你能驾轻就熟取得高频次元的宏伟力量后，你开始一窥天堂的奥妙，并兴奋难抑。这正是目前全球发生的状况。这是非常个人的体验，因为即使环境混乱又骚动不安，你仍能维持心中的安定喜悦。随着时光流逝，你会发现你的平静中心越来越大，而当更多人得到完美的永恒力量后，它会扩散得越来越快，直到包围全世界。到现在还没准备好聆听灵的内在催促，或深入开始流动着新神圣蓝图高频光流的创造奥秘的群众中产生了极大的骚动。我们曾说你非常勇于走出你的安乐窝，走出大众信念的意识流，进入未知的领域。你愿意迎向许多挑战和测试，也不因他人批评你不对、坏心眼、自以为是而却步。你证明自己的真理的确有用，而且是牢不可破，明显的毋庸置疑。害怕是改变最大的阻碍，但你学着克服心理的恐惧，取回你的神圣意志力。
每次你拜访五次圆光之金字塔，你就越擅长进入使用创造的天赋，并带回越来越多崇高位显化的五次元光值。看着此光流向下盘旋到物质表象界，透过你的愿景、梦想、清楚明白的意图，在你的指挥下逐渐变得伸手可及并成型。许多人学到了保持坚定不移愿景所需的锻炼，也了解显化的奇迹的在一天一个时间、一个清晰的想法、一个步骤或行动才能产生。亲爱的，这没有快捷方式，你必须依照宇宙的显化法则，才能驾驭创造的力量。你受召加入领袖光团，要为现在从灵性大梦醒来的美丽灵魂指引道路。我们需要成千上万的人帮忙协助下一波进行中的觉醒，因为这涵盖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即使是还在否认的人，也渐渐感觉到地球上将有深远且空前的大事要发生了。这些灵魂不必经历你们许多人遭遇到的大量进化清理的痛苦过程。你的确开拓了路径，且拥有帮助他们快速通过觉醒过程，获取力量的知识。你是榜样和引路人，因你注定要教导旁人简单必须的步骤，以清除旧思考模式，如此造物主的圣光才能统御他们的心轮。我的勇士，在我们前进至下个更高的进化螺旋时，你是其中的主角。我们希望此刻你开始接受我们告诉你的话，你们全都是新斜线林里带着造物主珍贵火花的美丽生命。让你的高我启发引导你，但请站出来使用你得之不易的知识、智能、技能。亲爱的，你是过去所有经验和回忆的组合物。你曾在许多事里是被男性虐待或不公平对待的女性，而在许多事里则是悲痛失去爱侣、遭到背叛，或在某方面是不合格的男性。所有这些在你细胞、气场、大脑结构的冲突能量，会影响你看异性的眼光，直到你能解决并转化它。内心深处，你真正追寻的是与另一半的神我，那个完整投射出创造的完美圣光的神我，重新合一。那时你分成两道光，一道代表父神，另一道则代表母神。从此以后，你分裂成意识的许多面向或片段，但永远渴求追寻回到完整统合的意识。你该如何疗愈并重新将这两个主要面向合而为一？首先，培养自我价值和自爱感。你将开始从气场、立场放射出此高振动能量，他人也将善意的响应。学习信任自己和直觉，你才能信任他人。知道你有一群神通广大的天使，日日夜夜，时时刻刻都在你身旁保护、鼓励、爱与支持你，你就不会感觉孤单。放下往日的伤痛，原谅自己和所有人。还是会有一些来到你生命中的人无法与你共鸣，只要你仍待在你的肉体载具里，这件事就无法避免。如果你能保持一种不批评的态度，发送爱给每个人的本质，你就无需惊艳业力之舞，或与他们互动。祝福他们，且让他们走他们的路，而你走你的。人类已到揭开他们放在新斜线太阳神经丛中心的以太保护罩的时候了。它是为了保护自己避免受伤或不当的影响。打开内有钻石核心神之细胞的神圣之心金色封印大门，让我们赴斜线母神的爱斜线光，从神圣之心的前后门户自由流动。亲爱的，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我们想让你知道。当你这么做时，我们知道这会引发许多人的忧虑、怀疑。万一情况变这样，我们请求你将讯息暂搁一边，要是它是真理，请求让它站得住脚，
要是觉得很不舒服，就别管它。有相当多的讯息挑战过去就有观念和思考模式，如同小孩子在幼时学习简单基本的概念，随着他们日渐成长，功课和理论会变得更复杂，更发人深省。这同样也适用你的灵性教育和成长。我们曾说，造物主已开始从他存在的核心放射出精纯的爱斜线光，纯粹神圣光质的金刚粒子，此本质包含造化的所有面向，内有前所未有新创造的思想种子、能量成分、宏伟设计。在这个神奇多重的造物主之光的里面，是一道刚启动完全未显化潜力的黑色光谱射线。造物主将这些射线送给所有人，它包含虚空的静止，任何人只要够勇敢，就可以取得虚无空间的伟大力量，以参与塑造未来的世界和银河系。首先是空，接着光出现了，光中是所有美好奇妙的事物。但是没有黑暗，就显不出光的明亮。很多人害怕黑暗以及自己的阴暗面，把它想成是邪恶的。亲爱的，如果万物都是一造物主的一部分，当你充满上帝之光时，何惧之有呢？你们人类创造了许多令人恐惧的东西，但这不是造物主的本意。你害怕星星、星座背后的虚空吗？有些人惧怕夜晚，但是该受谴责的不是黑暗本身，而是人类假借黑暗的掩护，做出的伤天害理的事。我们希望帮助你开始探究，转化这些臣服又自我限制的观念，以拓宽你的视野，披上你的光之袍。伴随光的礼物而来的是重责大任，我们先前提过的领导者角色。我们要求以高度自觉活出你的生命，感受连接一切万有的喜悦，然后与他人分享这份喜悦，运用意志力在开悟的路途上迅速的前进。如此，在你取得了制高点后，你就可以轻松协助他人跨越障碍，以全心全灵去爱人，如同造物主爱你一样，用爱、怜悯、洞察力说出你的最高真理，看别人好的一面，并且明白我们全都是伟大我事的一部分。挚爱的朋友，我们一同开始，也将一起结束这个美妙的旅程。我们会鼓励你，扩展你的心，适时的推你一把，但尤其，我们会永远爱你。我是大天使麦克，谢谢收听，感恩祝福。